在这里等你。还能相遇。
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Oh,
这一个轮回，我知道再也不能心如止水。爱情的心事，幸福而憔悴，有几人能逃过这大喜大悲？长天和秋水，明媚的花蕊，连擦肩而过都像一场宿醉。你一颦一笑，荡漾几多回，整个世界都被你占领心扉。后你就这样来了，当心的贼。谁能够体会？后你就这样来了，当心的贼。我的一腔热血就化作眼泪，不要再让我悲伤如痴如醉，再爱一回。长天和秋水，明媚的花蕊，连擦肩而过都像一场宿醉。荡漾几多回，整个世界都被你占领心扉。后你就这样来了，当心的贼。突然袭来就让我没有防备，我的心被你掏了无怨无悔，谁能够体会？后你就这样来了，当心的贼。心是快乐，该开心了吗？感情
灯继续照耀，连 CD 结局咁啱发挥继续跳跃，独立大屏幕，独立坐一个，饮下两杯啤酒，痛饮算不算是快乐？而笑。
在谁的中央。这个李健呢当初呢考清华呀，他是特长生，哎，他是文艺兵，文艺生。他是靠什么考进清华的呢？主要是靠他的歌声啊。他最早啊是唱美声的啊，他不是唱通俗的流行的，他是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啊，就李双江的那一款啊。后来呢进了清华以后呢，这就有施展的空间了啊。然后就那一段呢正好也是啊，校园民谣啊，这个鼎盛的时期。那时候经常呢是北工大的会弹琴的呀，跨越整个北京市啊，从东南到西北到清华去啊，去查琴去。就是什么叫查琴呢？就是提了把吉他啊，纠结个三五个校园歌手，然后到了清华呢，到草地上一坐，清华那边呢也排出一个战队，然后就你一首我一首。那时候呢，实际上清华呀 PK 不过北工大啊，就是我的母校。但是呢因为有水木年华，哎，这一下就起来了。这早年间呢校园民谣的时候，北工大还正经
出了不少不错的歌手，有一个女生啊叫金丽，跟我一边大，现在应该也得60多岁了，啊不，现在呢也得50来岁了，啊，那个女孩唱的特别好，那女孩唱英文歌，后来还有叫苏阳的。打鼓的，后来好像去哪个乐队了。还有就是贾南，我那小兄弟，就是让泪化作相思的雨。啊，这就是李健。后来李健呢跟卢庚戌呢组成了水木年华第一期，后来俩人呢可能因为反正吧，这个组合一般分开啊，基本上就是为三件事分开，啊，第一件事是为了女人，啊，女人呐，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乐队粉儿，叫摇滚果，啊，他这个有的女孩呢喜欢乐队，她喜欢乐队，你要喜欢一个人也行，他妈开始喜欢主唱，后来喜欢吉他，喜欢吉他完了就个贝斯完又鼓，我去，幸亏这不是交响乐队，我。这要是交响乐队的话，这受不了啊，啊，这是为女人，他们倒不是为女人，因为长得都那么回事，没什么女人喜欢他们，啊，后来就是为钱呢也不至于，因为当时也没怎么挣钱。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呢？为这个创作方向，啊，可能那时候呢，这李健呢就希望啊创作点这个高雅的。卢庚戌呢说这个得先活着呀，啊，得玩点这个通俗一点的，俩人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这卢庚戌呢就找了水木年，就找了妙杰呀，就是小妙。我们家够远的吧，每次都是解说完了都是这段孤独的旅程，有的时候是十点，有的时候是凌晨3点也有，凌晨5点多也有。所以感谢大家的陪伴啊，这一路呢给大家放点歌，晚上睡觉也可以听，然后呢我也感觉好像有不少人跟我一起回家，感冒了，对，不过再有2天就好了。绿草苍苍，白雾茫茫。不是，我要这么着下去，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家在哪儿了？这个不太好，所以还是冲我吧，好吧。嗨，嗨，是我。给我大火箭干嘛呀？我一会儿我那个停完车呀，我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这标题上说的是恒大的事儿，对吧？我不能不聊啊，我不能这个不聊恒大的事儿，那不就是忽悠大家了吗？是吧？我把车停好的啊。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车里发车还是
这个中国队输给叙利亚，安全没问题。我现在在小区里边，这时候我们小区其实人不多，所以呢也没什么车。这时候男人没有家好啊，但是手机快没电了。可以了啊，咱那个景大，我现在正式宣布啊，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是广州恒大啊，正式宣布啊。我知道有人不同意呢，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尤其是今天这比赛完了之后呢，我呀更加坚信了这一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如果卡纳瓦罗不是傻子啊，那么他呢就应该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今天这个广州恒大几个巴西人都活了啊，主要是恒大的进攻也甩开了，包括最后啊实际上呢就不怎么踢了。如果要认真踢的话，最后20分钟再打个两三个也是可能的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呢在这个赛后的评论当中我也说了，但我知道一般的人来讲都不愿意看赛后评论，那比赛一完呢就该上厕所呀吃饭呐玩啊就都走了啊。后边的什么主持人在演播室里的表达呀基本上都没人听啊。我跟你这么说，第一，费尔南多是一个，第一他敬业啊，他敬业呀，他这个敬业精神堪比这个保利尼奥，他很敬业，就是他是个苦孩子，他知道现在挣钱不容易，又加入了中国国籍是吧，他得好好努力，这样的话呢下半辈子都拿下了，一下就给拿下来了。第二一个，他有特点，他的特点呢，他不是说一个，他是放在团队里边也行，他呢放在一个弱队里边去打这个孤军奋战也行。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个人能力，就是他局部一对一他的成功率非常高啊，我一对一我摆脱你，我传中或者射门或者我突破啊，所以说他呢让恒大呢多了个爆点啊。他这个爆点呢，其实第一，他比塔利斯卡更快，他比保利尼奥更细，他比艾格森更灵活，艾格森那么腰都跟我差不多粗了，所以呢他的出现其实呢是在一定程度上让恒大的进攻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可能。你想象韦世豪现在坐在看台上，杨立瑜未来没有主力了，没了，打不了了啊，因为有费尔南多，左边这个韦世豪，右边费尔南多，这哥俩刷刷刷这么一弄啊，真的就这个恒大的进攻啊就起来了。还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不懂球的人老骂他，就是张修维啊。张修维今天干了什么呢？我要问你，你说什么都没干， nothing， 没有进球，没有助攻，没有关键性的传球，是的，但是他一直在跑。那么他在中场呢乱跑，哪怕他乱跑，他能够拉出空档来啊，拉出空档来才能够让保利尼奥呀塔利斯卡呀艾克森呢加上这个费尔南多呀这哥几个啊，这哥几个呢能够啊有更大的配合的余地啊。所以张修维的作用，他你说他可能不如比如说不如谁呢，不如黄博文啊，不如郑智啊，不如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告诉你啊，张修维啊，哈兰德来的什么，哈兰德来了是吗？
哎，对，你说他传球太差，是的。我告诉你，有艾格，有这个塔利斯卡，对吧？有保利尼奥，有这个，这个费南多，还要什么传球呢？啊，还要什么传球呢？对吧？恒大真正的需要的就是一个不断的去为这几个人，制造空间的人，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张修为的价值。一个球队啊，你不能让这十一个人，中前场五六个人，个个都得当核心，个个都得是能传能突能带能射，不用，真的不用，啊！所以张修为是一个球盲分辨器，啊，差点啊，让卡纳瓦罗也给划归到球盲的队伍当中，因为他头几轮不用张修为，对吗？恒大踢的什么玩意儿？头两轮，是吧？啊，所以呢，只要卡纳瓦罗，哎，坚定的使用费南多，啊，使用莱总，哪儿的莱总？只要卡纳瓦罗坚定的使用费尔南多和张修为，那么我告诉你，恒大必然是冠军，啊，必然是冠军。更何况他后边还有一个兢兢业业的韩国人朴智洙，以及呢，这个踏踏实实的蒋光泰。你想这哥俩这个踢中卫，也不敢说是国内独一份吧，那至少说还可以，对吧？那再加上右边有一个张琳芃，现在无非就是左边左后卫差一点，对吧？高准翼也半不昆罗啊，什么中翼号也那么回事儿。今儿上这个吴少聪啊，我就说了他的一脚传球啊，是所有队伍当中最好的。你别看这小子挺大个儿啊，挺大个个儿啊，然后看着慢一点，但他今天的一脚传球，就是球来了叭一脚出去，就这个技能他还没完全放开呢啊。他要能放开，我告诉你，这小子将来也可以啊，不比高准翼差。韦志豪回来还有位置吗？我觉得还行吧。怎么说呢？中锋艾克森，前腰塔利斯卡，右边费南多，左边韦志豪，后边弄一个保利尼奥加一黄博文，完了，就这个阵容就完了，哎，是吧？我有点有蚊子呀，我开空调行吗？环保的人是不是会骂我呀？那咱们就回家吧，好吧？回家再聊吧。张修为没位置，对了，你说的对啊。张修为有100个缺点啊，我的包没丢，我的包呢？张修为有100个缺点，但是张修为的所有的缺点，同伴都可以帮他弥补啊。但是张修为的唯一的优点，目前恒大除了他没人能干，明白了吗？这就是他的价值啊，这就是他的价值。让我们 Let's go home。